不好意思，我们现在要公审一件事情。对，没错，叫哈鲁进来。我必须要跟大家讲哦，上次我们电玩包包宕机的那一天是哈鲁进来的这一天，而且他真的很少在礼拜一。对，然后今天哈鲁刚好我来进来放东西的时候，看到哈鲁在那边弄东西什么的，然后完全忘记有宕机这件事情。刚刚突然想到，对，哈鲁今天有进来，他真的很邪门哦，邪门哦。而且每次不管是什么时候，只要是哈鲁有在的摄影棚都会宕机，而且就是之前就是我讲过，就是卤蛋他们已经宕机宕习惯啊，卤蛋宕机很容易宕，他们宕机宕习惯，然后后来就想说，因为都是哈鲁，然后后来就想说我不相信，结果他真的在礼拜一出现之后，我们就宕了。真的，哈鲁真的很邪门哎、欸。对啊，现在在 call 他是不是？现在你要 call 哈鲁是？哎、欸，哎、欸，等一下啊，你要接线吗？我们接个线啊，九妹。但是你要不要先介绍我们来宾？对啊，我们来宾介绍完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九妹，你先等我们一下、啊，你等我十秒钟。好，我们除了蜜飞之外，我们还有另外一位特别来宾，就是我欢迎我们的学长。学长 ，Abby 可以称呼我学长。然后他是游戏实况组，然后呢，名副其实是个飞猪。目前喜欢玩《斗争特工》《英雄联盟》还有解谜惊悚的，欢迎，欢迎。学长，不好意思，我们这时候有一个飞猪来电，没关系，好，你给我这样子。好，来，飞猪，来来来来，啊，电源。没关系。对，嗨，九妹，导播姐，你可以帮我们 Q 画面了。什么画面？等一下，我们在，哎、欸，这是这谁秃头啊？哎、欸，这是谁的头皮啊？哦，是你头皮是？哎、欸，你秃头哎、欸？怎么秃头啊？好了，等一下，我们先要把你的那个，你我们要把你的脸弄到那个荧幕上啦。没有吗？哦，好啊，好啊。上面灯是红的。红红，我好爽啊！你爽个屁啊！哎、欸，你在跟凤梨妹谈恋爱哦？那我赚了是吧？来来来，有没有看到？现在没画面哎、欸。等一下啊、哦，你干嘛给我们看锅子啊，白痴啊、哦！他们说他刚吃饱吧？你吃饱给我们看。可是你的壳的关系，不是真的吗？救一下。等一下，哦，就是你的壳嘛。壳拔掉、啊，壳、啊、拿掉，壳拿掉，就是那个壳。哦，真的是，你看球妹她最厉害的地方只有扣音前十秒，现在又没了。扣最厉害。扣音前十秒，她比超人力霸王还弱。前十秒。没事，可以吗？现在可以吗？还是要红色的、啊。限定。哦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导播姐可以了，谢谢。好，球妹可以跟大家打招呼了。哎、欸，大家好！脸好大，好大，你可以拿远一点吗？辛苦的工作，本来今天要一起跟妹妹去上节目，但很可惜有工作，不好意思啊。好像很委屈，没关系，因为你没来，所以我们有另外一个很漂亮的来宾，所以你没来也刚好。我follow他那个学弟嘛，学弟对不对？学长、啊，学长啊！断掉了。怎么了？是怎样？他信号不好，他没他手机关机了。威力啊！威力、啊！不是啊，刚才不是一直插着电源吗？为什么会没电？你手机没电哎、欸！好，这也是我们跟九妹的缘分。真的只有十秒，真的只有十秒，他真的只能撑十秒哎！帮我撑十秒！你们今天有拜拜吗？是不是秋秋离职之后你都不拜拜了？哦，在那边呢、欸，该拜了，该拜拜，搞什么啊？桌子该拿出来了，真的。啊，九妹不重要啊，现场有两个女孩子比较重要。对对对，九妹不重要，九妹不重要，九妹不重要。好，那我们还是正式让我们的学长跟大家打招呼一下好吗？来看一下那号机，这边吗？对。大家好，我是学长艾比。那我现在主要直播是斗争特工，那偶尔会去太平洋职业锦标赛斗争特工做赛评，分析师，有阵子很厉害哎，分析师。喜欢 Overwatch 都有阵子，真的哈，把自己也画进去，把自己也画进去了，真的啊，真的、啊。在这个现场，有些人已经离 Overwatch 很远哦。没有啊，现在在开机已经是九个月前了。就是有一个叫 Sandy， 因为我每天上线看到 Sandy 九个月前，而且是刚变没多久。但为什么？很好啊。我们从一个月前、两个月前、三个月前看到现在九个月前。我要看他变一年前这样子。差不多暴雪不会再找你做活动。我在忙上线，马上爬积分。刚好第五赛季开始，你有机会了。马上爬。然后一上去之后，又放那个 Sandy 那个图片，这样子，我只打五天，只打五个小时，五个小时可以啦，
十四是 OK 啊，十打五场，第五赛季还有新排位，一个排位，那个排位再上去还有一个叫阿森的阿嬷，你知道吗？最新的在中间，最新排位在中间，阿森的阿嬷。所以，那我们就请学长帮我们介绍一下好了，他改了新版的。新版，你说斗阵特工改新版？对对对对对对。最近是只有新年的应该说一周年的特别活动，不是我说他的那个积分，积分哦，积分是不是？对对对对对，没有啊，就增加阿森阿嬷那个而已。那是粉丝改图，那是粉丝改图，就是排位还是一样的啊，那是排位还是一样的。我想说，我才刚开完箱，不太知道什么阿森阿嬷是谁，开箱就可以，你开箱就可以了。那个 Mifei 有在玩那个 Overwatch 吗？有啊，我很强哦，真的假的？我很强，真的。我那个大绝一丢出去，就整个五杀不说了，拜托 ，Highlight 一定是我 Highlight。说在胡乱啊！你玩哪一只角色啊？D.Va 哦，你玩 D.Va 是不是？因为我觉得猪肉已经可以带来好运，所以我就跟你哥一样嘛。是怎样提到关键字的不太舒服？你不是跟他一起去莫斯科相处这么多天？你跟他去几天？你跟他去几天？十天吧。你连吐十天。是不是？你知道我痛苦吗？我已经……难怪你越来越瘦哎、欸！真的，水土不服。而且我刚看他那个直播，竟然秃头了。对啊，对他怎么了？他这个这边整个是……他怎么秃头了、啊？希望不要家族遗传之类的。不会，主要传男不传女啦。哦，真的吗？对对对对对。家族遗传。没关系，反正你有很多 cos 的假发。直接执法吗？对。那问一下学长你，一开始怎么会喜欢那个斗阵特工？平常以前就在打类似的射击游戏吗？其实射击游戏以前我从来没有碰过。哦、主要是因为他这是暴雪，因为暴雪所有游戏我都玩过，像魔兽世界、炉石、暴雪英霸，虽然他一直被讲过气，但是他没有过气啊。他不是新游戏吗？没有。就暴雪机我都有玩，那斗阵特工是他们出的第一个射击游戏，是我特别想要去尝试，而且里面的人物也很漂亮、啊、这是真的。对、啊，因为我觉得学长是一个很有诚意的人。怎么说？他穿退学衣服来。哦，对啊，我也有注意到。你刚摸哪里啊？而且你把这你遮遮，你让你遮遮，你是怎样？没错，都想遮，都想遮。对。所以你本身有在开实况？有，大概都开了一个星期的那个次数很频繁吗？之前比较频繁，之前那时候之前还在上班的时候比较没有开，可是之后离职一段时间，那一到五几乎天天开，然后就一直爬积分，因为那时候是第几赛季，我从第一赛季就一直玩，然后一直玩到现在都一直玩，那时候因为积分一直打不上去，就是一些木牌。就是很惨这样，所以就是你都是自己吧，还是我大部分是自己或者是跟朋友认识的一起玩，因为如果去积分去雷不认识的实在是不会啦。你这样一直打应该代表你的分数应该不错，你都打大没有？我打了一年，打了一年，我上一季的季末才上钻石哎、欸，钻石很强哎，所以你到三千分，那你知道刚刚跟你接洽威力几分吗？不知道哎，900分。900分是小于900吗？他是不会再秀其他数字、喔。对啊，他是900分、啊。是小于。他是打完积分之后跟我讲说：“靠，这样怎么办？救我！我900分。”我刚刚讲说，我跟你差超过1000，我没办法救你。那个威力是自从威力跟我一起打，是我记得他从3000分一路掉，掉到900多，我现在还维持在2000。我们已经不想打了，打那太痛苦，然后一直遇到屁孩。前几天姐姐跟我说，他跟屁孩吵架、欸。啊，直接这边嘴哦。对啊，他们吵架的理由就是很幼稚，就是说，因为佳佳不太会用那个角色，然后他就想要跟那个人换，然后那个人就说，那我死了之后再换你这样，然后那个人就真的死了就跟他换，然后换了之后，然后佳佳没有打得很好，然后那个人就嘴他说，你换你也打得不好什么什么，然后佳佳就直接呛人家说，你就是躲在那个电脑后面的键盘手，我说我就是，然后两个人就吵起来，然后另外一个人说你才是屁孩，然后就说你才屁孩，我两个人吵，佳佳是我的经纪，等一下他们是打字还是语音开的？打字，而且他是一个妈妈了。一个妈妈跟一个屁孩吵起来吗？对，然后因为我的经纪人她才20几岁，所以她是年轻的妈妈，对，她就是她在打乌龙拳，要跟屁孩吵架，我骂屁孩，你才屁孩，你才屁孩，我都要小孩了嘞！你会跟他讲，如果吵起来，你就是选炸弹鼠就对了。哦，真的、哦？对，没有，因为他说他会的角色都已经有人选择了。
所以没办法，他就只好跟人家求说可不可以跟我交换，然后就吵起来了，就吵起来了。然后他就说，我终于知道你们的感受了。哎，交换角色就是一个陷阱，好不好？好，让你玩啊，我看你玩多好，他们都会这样子。但没办法，因为他会的就那几只、啊。好吧，那没有办法，只好多练，多练一下。对啊，所以说米菲尔在那个玩 Overwatch 的时候遇到一些废物嘛？啊不，我觉得太直接了，太遇到一些比较不礼貌的孩子吗？我真的是有，我有一次打就是直接快速对战，结果竟然就有一个人直接开语音说：“拜托你这是屁孩，如果打不进去你就换只角色啊，会不会玩呢、啊？”而且是语音哦，开语音，我就谁。好凶哦！对，我本来想开语音，因为我本来想说，哎、欸，我是不是就是没有开到，对不对？我以为我有开，然后我想说，你这样怎么样啊？然后我发现我没有开。你的表情好像哦，不愧是有玩 cosplay 的人，连这个 cosplay 都像。再看就没有那个气势了。真的，好笑。你在骂我，就扣子拦路珠去你家楼下。哎、欸，好想看哦，真想看呢。拦路珠没有穿衣服哎、欸，你不要吧。好想看，他只有穿赞助腰带、欸。Burpee 哥，干嘛？是我代劳是不是？就是说我今天就去你家堵你，然后那个语音一挂，就是说，然后打电话给卢比这样子。哎，你可以现在可以 cos 的拦路珠，然后去某某人家。你要知道 cos 拦路珠应该是你哥吧？哦、你哥很像啊，然后只要把一些胶布贴起来，然后把点遮住，就是很露出。而且脸还不用化妆，对对对，这件还秃头。你干嘛、啊？你干嘛、啊？他现在是实况界 cos 董卓最像的人。我劝你不要呛他哦。开我玩笑，那实况界暴君呢、欸？全世界最大的是9S 哎、欸，他是9SL，9SL。而且我只能说，咪菲你太屌，你把他修成一个小少男，你到底是怎么办的？你在修图的过程中，你没有想要一度想吐，然后导致你肠胃发炎这件事情吗？那时候我在用 Photoshop 有个工具叫做异化，就是用推的。然后我一推，他就会感觉这个，干嘛是油喷出来是不是？对对对，那油已经都在我的键盘上了，没事的。哎、欸，你很猛，你怎么会答应他？就是我要跟学长讲一下，因为有一个实况组叫九妹，然后他们两个一起 cos 那个尼尔里面的角色，这样。然后因为他很胖一个，他把他，哎、欸，你现在有照片吗？可以给学长看吗？尼尔吗？九妹是 cos 那个九叉二楼，那另外一个。但是因为他很胖嘛，然后他就帮他修图，修到一个很瘦，他真的很猛。哎、欸，你是不是推很久？对，还蛮久的。双屏幕从这个屏幕推到这个屏幕。你那个已经没有，他们现在那个什么 cosplay 的东西，这根本就已经不叫做修图，他们叫整形，好吧？真的哎，我有出啊，可是我出的是那个色情版的。有啊，我有看到。对，我出色情版。然后那时候我记得你在实况上，你好，因为他这次是降，对对对，屁屁好像面向外面。对对对对，好害羞哦，你为什么？哦，你说我在讲那实况，对对对，那时候 我跟大家聊一下，因为你可能刚好听到，因为我那时候为了自己缝嘛，因为我真的觉得你们太强，自己弄。那我用那一套是布料比较少，然后缝到天亮大概5点了这样。然后因为我要一个人做拍照这个动作，所以我就架相机。然后呢，我找不到我们家有任何白被，所以呢，我就把我家门打开，就是在那个电梯走出来旁边那个墙壁很干净，我就在那边拍。但重点是我没有想到早上5点已经有人醒来这样子，然后要运动，然后重点是旁边就是窗户嘛，然后我不是穿那个裙子，然后会露透纱，里面是内裤这样子，然后我就这样子哦，我就这样子，然后就拍很多很多张，然后我就一回头要收东西啊，一回头看到一个北北在那边看电视这样子。很凉的、啊，他的动作已经做了十几分钟了。他是看着你是不是？他是看电视，但是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曾经一度看电视的时候刚好看外面的天，一定有，然后看我的屁股。你走过去，他就想说：“哎呦，美败哦。”真的很尴尬哎、欸。没关系啊，算了啦，肥肥，大家自己人嘛。对，大家自己人，自己人嘛。他平常他也认不出来啊。对，他认不出来我是谁啊？对对对对对。没关系，算了。哎、欸，说到 cos， 那学长有 cos 过吗 ？cos 哦。那时候 Overwatch 刚出的时候 ，Diva 嘛 ，Diva 那个角色很红，就几乎就因为亚洲人刚好发色就很像，所以第一个首选就是他。那时候因为我没有钱，然后那时候很穷，我就想说好了，那我也想要 cos Diva， 我就穿一件我蓝色的艾迪达外套，他因为他是穿蓝色的那件紧身衣嘛，然后再用口红画他那个粉红色，然后衬在我的耳机，然后我就 cos 好了。哦，低成本，很厉害啊，不错啊。你有没有？如果今天真的有人愿意帮你设计，帮你弄到好，你有没有最想要 cos Overwatch？ 里面哪一个角色？我应该很想要安娜吧。
哦，我最喜欢这个角色，年轻版的，当然，年轻安娜，干嘛想到要画老年安娜也很帅啊，对啊，很帅啊，蛮霸气的，对啊，妈妈很帅，可是应该没有女生想要画老妆吧？除非觉得会有哎，哦，这个就是那个九妹跟那个咖啡，对，这张是还没有修的，没修的，我叫肥猪版，它本身就是肥猪，对，好帅。哎，导播姐，你可以帮我们找那个，他已经修完，然后是咪菲把它举起来的那个那一张吗？咪菲的那个粉丝团有贴吗？好像九妹那边，九妹那边有，在麻烦导播姐。那如果是咪菲，你想要 cos 哪一个角色 ？Overwatch 里面的？我吗？我其实还蛮想试试看那个扎利亚的。哦，扎利亚，你是说短发这样子？他那个这边不是体力，对啊，然后就很帅，而且他很。他很壮哎，你可没办法 cos， 你太瘦了。他们有一个绝招，就是他这边贴一个 new bra， 然后这边一个，所以你看手都很壮，屌哎！但他肤色衣服就很，就很像人工肌肉那样。对，一块 new bra， 一块这样。好猛哦！我没有想过这件事情哎，这样也可以变壮。对，而且他那个肌肉那个线就很象征，真的很像，然后又软软的这样。如果是 Sandy， 你想要 cos 哪个角色 ？Overwatch 哦，闪光。哦，对，你太猛，可是你太高了，闪光很小。还有夺命女，可是闪光很细细长长的，应该搞不好。哦，对，我很长条哎。请说你的腿好吗？我很长条，你是玲珑肌柳条，不要只讲把形容词讲出来。本摄影棚不要再聊条状物这些，等一下。又要当机人。禁止条状物出现。笑死我。OK 啦，但陀螺女，我觉得你应该会很美。可是她要。你有抠过吗？有啊，他要画那个颜色，我觉得那是比较辛苦的地方。对，而且这边很害羞。哦，对，他开到肚脐嘛。对啊。我觉得你可以抠着他有个女伯爵啊，会很适合。女伯爵很好看。女伯爵。一个是战警，一段话啪一次，好烦。好，那我来问一下咪菲，这次去莫斯科的那个，跟我们聊一些。我要配合他，每次只要我陪他，最后变他配合我。这样节目才那个步调才不会一直换来换去啊。哦，出现了。啊，这个。超瘦哎，根本就比你还小哎，不是的，因为这个角度本来就比较小。缩小的吗？对，他把它弄很小，然后放在他手上。弄很小，我真的没办法抱起来，不行的，怎么可能？绝对骨折，绝对不会骨折。我觉得你连抱 Cindy 应该都有问题了。哎，来，我吗？来，我才要抱你吧。你要怎么抱？公主抱？对啊，你真抱到我？可以啊，你他有在中心，杰尼已经抱动你了，对啊，他现在，那你要小心嘛，你们两个都要小心。然后结果我抱，等一下你是短裤，你要小心哦，你角度要小心，侧面，啊，脚软了，好喜欢了，再一次。干嘛？没有，咪菲，你如果在遇到那个九 S， 你突然往后仰啊？不要，哎呦，你要体验抱 Sandy 吗？你确定你抱到我吗？很大，很高，很高大，很长。我是巨神兵的。等一下，我要先站在旁边，我怕跌倒，路边小心。不会啊，我们就随时准备扶。我们随时扶。我是巨神兵，我是说。你要跟他一样交喘声哦。好，是这样子吗？来哦，小心哦。好嘞，一二三，大五。行不行？举不起来。而且你不要这样子，你要不要勉强？不要勉强。真的，我刚刚就是这样。因为你这样子，你没办法处理，你要这样抬。因为他有在重训，所以他肌肉会比较重。对啊，比你想象重一点。好了，来分享你的旅游吧。你的这次旅游遇到一些跟你想象中莫斯科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？你原本想的跟真实去的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？我原本以为他们的天气是还不错的。对，那的确是不错。可是跟台湾比起来，那边的大太阳天气。应该是我们台湾的冬天很冷，就是外面太阳很大，你还会是有平均温度假太阳。对，而且他们那时候一直推荐说，我跟你讲，俄罗斯那个饺子超好吃的，比那个小当家做的饺子还要好吃。屁，他最好吃过小当家的饺子，他们的饺子还会发光的那种。我说屁啊，真假的？哦，我这有个 GIF 就屁啊，还真的很像。好，继续说，就是我们去那边，他说那个饺子啊，非常多汁多汁。蟹很好吃，结果我去吃，就很像那种不孝厂商，他们皮很厚，然后肉这么少，那还一颗多少钱啊？它是一盘，也没有说很贵，可是他们就九妹，她一吃一口说，哦，好好吃哦，然后我吃一口就浮夸，就是
感觉就像不孝厂商做的。所以九妹喜欢吃皮、啊，他是为了拍片是不是？没有，他说他真的觉得很好吃，所以他喜欢吃皮啊，他喜欢吃皮，他喜欢吃淀粉啊，对啊，对，才会变这样啊，啊，对，然后我还有带这个给啊，这是莫斯哥很有名的这个娃娃小弟弟，你们你可以猜猜给大家吃，因为那天九妹看到来说是新贵牌。还蛮像的，是不是啊？听说它是莫斯科很有名的名产。谢谢谢谢。因为那个时候全没有跟我介绍，你给他们一人一个，我吃过了，所以可以给其他粉丝。谢谢。啊，再给一个小帅哥吃好了。小帅哥，小帅哥，小帅哥，我们摄影棚最帅就他，没别人的。很好认，很好认。你们可以吃一下，因为其他这个跟我们想象中的那种，比如说新贵派啊，或者是我们台湾吃的那个巧克力圆的那种，不一样吗？不一样，我以为一样，它是软的吗？对不对？看起来一样，可是吃起来口感其实不太一样，你可以吗？我都睡觉了。哦，对，他给你了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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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只是要小心一点，我只是要小心一点。好好好好，谢谢谢谢。你给大家，你拿出来，然后给小帅哥拍。嗯，小帅哥，你要拍这一集。他讲要吃的是什么？他讲要吃的，你要吃的就是。噔噔噔噔噔噔，喂，那边跳舞这样子。没有，那我是要吃，然后是你们两个要在我旁边跳舞啊。哪一位仙女啊？那我要先尊重先了。好。来，再你再吃一次。再来一口，再来一口。好，就是先。哇，生龙饺子。噔噔噔噔噔噔，我帮你做那个波浪特效。噔噔噔噔噔噔，你干嘛中毒了是不是？哪一位？怎样 ，Sandy 你觉得呢？因为你吃过很多的东西，我觉得它跟台湾那个它比起来，台湾那个比较很厚，然后对。比较扎实，对吧？它这个就很松软诶。对，这个很软，就吃起来你会觉得，嗯，有一种软的感觉。可是口感还是蛮像的，还是蛮像的。然后它很甜，就很甜，就是因为那边很冷，要补充热量。是吗？是吗？我不知道那边的甜还有咸都非常非常的甜跟咸，就是口味很重，超级重。而且他们那边很特别，是一个鱼。对，通常你吃那种熏鲑不是松松软软，然后有烟熏味吗？结果不是，它那个鱼硬的，烟熏鲑鱼，然后咬下去说，那个腥味很重，然后非常非常咸。就是我本来以为你去莫斯科要去买那个他们当地最有名的臭鱼罐头。哦，那个真的很臭，不行，那个真的会一直吐。闻起来像什么啊？我有闻过吗？我有闻过，我上节目型的很臭。你想象一下一个。想象一下一个呕吐物放在那边放三年，三年哦，而且放三年之后，它那个味道还加重，变成整个房间都闻得到。而且你说它，你吃一口，你会臭到隔天哦。对，再怎么刷牙都很臭。所以比臭豆腐好臭，臭太多倍了，臭太多倍了，不能比臭太多倍了。臭豆腐很友善喽。臭豆腐是这个，可能是这个摄影棚都有这个味道。那个东西是你这个放在这边之后，你连25楼都闻到。25楼来嘛，臭爆了。那个东西不能在室内开，太恐怖，真的超恐怖。一定要室外，好像哪一国说在室内开是犯法的。真的，不能在密闭空间了真的超恐怖，太扯了吧？对啊，我们之前有办比赛，然后用那个东西，就输的那一队伍要去吃啊，一个人吃一片，然后一定要加吐司跟牛奶把那个味道弄掉，才有办法吃。可是吃下去还是会吐出来，因为太臭了，那个味道直接。我光是在旁边闻，我就呕我就狂空呕。我光是去要开罐头呢，一开那个味道一冲出来，我就马上离开那个地方，真的，真的是很恐怖。而且日本有人，不好意思，日本有人那个做那个节目的时候，就是惩罚是把他那个汁弄出来，然后弄在你这边。对，弄在人中，超恶心的。那还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吗？哦，那边很多人会说什么外国人很歧视黄种人，然后会就是瞧不起你之类的。其实我觉得还好，只有在晚上的时候他们真的很奇怪，因为他们好像很早就下班，因为他们大概晚上8、9点才会天黑，所以他们很快就一直喝酒喝酒喝酒。那时候我们就是一出饭店啊，他们就会啊，比如说 Abby 现在也是那个外国人，他就会这样。哎，我今天干嘛？他就呛掉了，喝呛。哦，你说在路上就有很多呛人，而且还会故意找黄种人，真的。对，他就会走过去。哦，你说勾住一个黄种人这样？对对，他要问你有没有烟，他不讲中文啊。要不要用烟？要不要用烟？就很
奇怪，真的很奇怪，真的。对，哇，那真的是女生不能出去一个人出去，对啊，不要单独了。其实出国就是要有那种危机意识。真的，真的，倒是真的。嗯，那你们有买一些什么特别东西吗？因为像那个九妹就有特别买那个他们的军的那个帽子，哦，也有回来送人。那边有什么特产可以介绍给大家要买？特产吗？我那边我其实花了2-3千块再买一个肉干，肉干，对，就是一条棒状物的肉干。小心，今天是怎样？又要那个了，又要那个吗？对，然后他们就是很多观众说我在吃那个解压骨，它真的长得像解压骨，但是很咸，就是他们太喜欢喝酒，所以他们会卖一些下酒菜。哦，对，会不会很难咬，很硬？很硬，不会，很 Q， 很 Q， 超 Q， 跟你想象那种肉干完全不一样。对，那时候我就推荐说，哎，九妹，你这个买多一点啊，这个超棒的，给你男朋友吃。对，给你男朋友吃。哦，好，然后他就买了两条，然后回去的时候他就说，哥，你这个推荐我什么东西那么难吃啊？我天啊！他喜欢吃淀粉啊，就是品味不同的关系。你下次直接买面粉，然后弄成那个水饺皮，不用包馅，直接给他水饺皮。他不想吃同类，不想吃同类，有可能，有可能哦。不想吃肉干。那我问一下那个学长，像那个怎么当初怎么会接触到实况？实况，其实我开实况很久嘞，我在我大学刚毕业4-5年前吧，这样子年纪好像都透露出来。不会啦，就是那时候就刚开，那时候就是是英雄联盟世界赛第一名那一年，对，那年就是我开实况那一年，对。对，那时候开，那时候是先接触英雄联盟，然后觉得就是实况玩游戏，然后既然有人可以互动，觉得很好玩，不是只有玩游戏。那之后中间去工作，就稍微休息一下。那之后近年来，就是因为又有斗争特工可以玩，所以我又回来又继续开实况。还有去年的 LAN Party 也是这么。所以是怎么样有这个机会上到分析台？对啊。这也是因缘际会，因为那时候暴雪找我去参加一个东森的直播游戏的节目，那时候是《斗争特工》一次改版，叫《零度叛乱》那一次，对，然后要我去介绍那次的改版跟那次的副本，那我就去介绍，那他们就觉得效果好像还不错，就问我有没有兴趣上分析台看看这样。很厉害，能够上分析台真的很猛哎。对啊，你都不会很紧张？很紧张，很紧张，超紧张，很紧张，很紧张，很紧张，不在天呐！因为第一次上分析台，而且之前也比较少女生上去啦，大家就一定会就是会更放大，对，大家就更放大，就是想说，哎，花瓶又上来了这样之类，就很害怕，所以会提早一直在做那些功课，对，就是一直看比赛，然后重复看，然后找朋友一起研究说，哎，因为我很喜欢打，但是会打跟会讲不是两回事，完全不一样，就像分数很高的人，你叫他去讲，他不一定讲得出来，这是大家就知道，所以我就想说，我很喜欢打，但是要讲。实在也是要去练一下那个话术啊，就讲，所以就是一直看比赛，一直看比赛，然后看阿森内保他们怎么讲啊，球球怎么带气氛啊，包子怎么分析啊之类的，就是做足功课会比较不会那么压抑，但是上台还是一直会抖，然后会尴尬。像昨天，前天，昨天而已，就才去刚结束回来，那时候第一次跟球球搭到，你有帽子吗？他有没有嘴你？他没有嘴我，他那天好像很累，我看到他就偷睡一下，这样，然后他就。爆料没有，然后他就是在对嘛，然后我就想说他问我东西，那我要回他。他那时候就问我说，比如说他们会选哪张地图，我就说哇，我觉得应该是这张。然后我就想说我讲完了，然后球球觉得我还没讲完，然后我们就这样互看3秒，你尴尬，空气凝结，空气凝结，只有3秒，我就觉得过3年。对，一般来讲，他问你说你觉得他会选哪一张，然后为什么？你讲完之后为什么吧？对，然后我就你没有讲，对我没有讲，因为我忘记我要讲，我就说应该是这张吧。然后就停住了，太尴尬了，太尴尬了，太尴尬了，好想被吸那个黑洞吸走，超级消失的，我找个洞钻进去。默契嘛，的时候就是默契还没有到。第一次打，对，就是觉得自己那个切换要再练习一下。我因为我常常在摄影棚，然后跟他们讲，他们也都是突然冷静掉，然后我也是觉得什么时候可以换班呢？好奇怪。常常被嫌，现在都变超好的，因为这是默契，就是搭久了，就我们搭久就是知道彼此的默契在哪里。没错。那我想问，因为其实哦，像你现在坐的这位的分析师，尤其是报比赛，有太多太多的酸民，尤其是他们看不起女生，你有曾经被嘴过吗？其实我才上算是第二次，但是我在去之前我都有去现场，就是见习这样，就坐在旁边看看他们怎么讲，然后怎么搭。
那我之前要上之前，我就有想过说一定会被，是我到现在都还没有看过聊天室。哎、欸，我觉得这是一个方法，这是一个方法，因为你做得好，做得不好，你自己清楚嘛。如果你有做功课的话，你会知道你自己今天讲的顺或不顺。嗯，对啊，或就是你回去再看自己的影片的时候，我是不会看聊天室的。我真的觉得他的心态很好。对，真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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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对，因为其实聊天室那些建议都是，讲难听一点，就是没有什么用的建议。真的有建议，他会私讯给你，然后讲真的有建设性的东西出来。对，就是喜欢你的人会，对，会希望你好，会跟你说。所以那些东西真的是不用在意，他干脆不看，比较帅、哦。很厉害哎、欸，就是你看，有时候说啊，海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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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知道吗？那现在你也是海鲜，没有，但是你是新心肠啊，海鲜，海鲜。英雄不看爆炸，实况组不看聊天室。对啊，就是只能这样去调试，不然一直看真的会玻璃心会爆裂。嗯，真的，真的很厉害、欸，真的。而且有时候，而且有时候比赛，尤其是比赛那个聊天室，真的会出现很多故意在钓鱼的。对啊，所以就没什么必要去 care 啦，老实说。对啊，因为就算我们没有在。就是看那大部分的比赛，但是只要有比赛看，大部分就看到有些人都是很刻意在钓鱼啊。对啊，他就是讲一句，反正他可能等一下就关聊天室了，他也不会看。对啊，他没有责任、啊。然后聊天室就暴走了，对对 对, 對，就被钓到了。嗯，这是真的。希望你可以之后站上更大的舞台，对，加油，加油，谢谢，一定可以的。像你这样的心态，我觉得一定可以克服一切。对啊，这样可以走很久，真的。对啊，要不然以后就是有人看聊天室，你就直接拿棒把荧幕打破，这样也可以。对对对，只要我看荧幕就打破，然后就换另外一只手机，换到我没钱的时候就没有关系。没有，他只要报一次比赛，不小心这样子，哎、欸，我不要看，我不要看，然后一看到之后，然后打了之后说，下次就说请某某厂牌的手机找过来，直接赚工商就对了。真的。那再问一下那个有个疑问，因为咪菲最近常跟卷妹妮在一起，有机会变成。问什么烂问题？什么干哥哥变情侣？当然不可能。威力，咪菲是怎样没眼光哦？威力，你在干嘛？就智障哥哥了还？不是九妹不是有男朋友了吗？对啊。等一下，我怎么不知道这件事？没有男朋友啊？为什么会不知道这件事情？他现在不是公开的啊？收贝啊？对象是谁？收贝啊？哦，对，好，上一次才来跟我们聊。对啊。他们还在 YouTube 的频道下面打情骂俏哎。啊，难怪那一天跟收贝一起做节目的时候，他就动时不。不时就那个回一下九妹的情绪，哦，难怪也是这样子、哦。他上次不被我们访问心不在焉，就是因为九妹出国、啊。对、啊，他一开始很开心，其实他心里面是有点小受伤，又有点失落。他就是典型的口是心非。对呀、啊，好不好？那再问一下，我没有看过这么大的傲娇。这么大的傲娇，他说他想要问你说，就是你有什么样的对象条件？因为他想要让网友去准备，是你自己准备吧？我觉得是威力自己想。我是说，是威力自己想要准备。威力这种人。啊、哦，好好好，我先从我国小的那个开始，因为我曾经会太久，我们节目是加一个多小时，那个国小很好，因为我曾经翻出一篇，然后老师就叫我们写说你未来的理想对象有什么样的条件，嗯，对，我就写什么啊，175公分以上啊，然后要很帅啊，家里要很有钱啊，然后又体贴温柔，然后我就有一项就写说希望他有恋童癖。恋童癖，对啊，因为那时候我在国小，所以我对象要一个要很高，已经175嘛，所以他一定是成年人哦。所以哇，我希望有恋童癖的人可以。哇，想的蛮深的。我小就想到这个也蛮猛的。我小就知道恋童癖三个字其实蛮奇怪。对啊，我不知道，那时候我不知道哎、欸。对对对，我后面才知道恋童癖这三个字。你小时候到底是在什么环境下长大？你看我从小就被九妹带坏、欸，真是可怕的哥哥哎、欸，现在还说要当我的情人。真的，我刚才讨论这话题，因为我也很想吐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了解，令人反感。我们直接问学长下个问题好了，好不好？我想要，听说我们就是有准备一段影片要给大家看，嗯、对，跟舞蹈有关的，我们看一下是什么。哦，哎呦，超辣的！哎、欸，我真的觉得你很猛。那个，哎呦，那个，你知道我看影片的时候，我一直在看你胯下这个地方。不行，我只看那里，你知道吗？我很仔细的一直看消化的地方。而且那边我还暂停哎、欸，我还想，哎、欸，你真的很变态，还截图啊？你们都是什么都做，你们都什么都做，阿白会做的事情、啊。真的很厉害啊！对，而且我还蹲下看呢、欸。你放在那里看到前面蹲下看，那还看不到吗？这个角色本来就穿一个，对，塑料刀子，对啊，我真的觉得你好美哦，对啊，就是扮什么就是没什么哎、欸，没有啦，没有这样的、啊，有啦，我如果扮蓝露珠应该就会，没有，我跟你讲，如果你扮性转版蓝露珠，性转版蓝露珠一定会红到，你有看过吗？我有看过，很正哎、欸，他们那个。
对，是很大。他要把蓝露珠肚子变到这边了。对，因为我那时候看到炸弹鼠的性状，我也是，炸弹鼠也很好看。对啊，真的是哇，不不不哎，都是大内。那蜜菲要不要现场来一段？还有学长哦，一起两位看到你在练，我会，但是我已经很久很久没跳了。那次结束之后就完全忘记了。那我们就跳一段，对，就是一小段，最精彩的那一段，你还记得很熟吗？我会跳啊，完蛋了，我都忘光了。最精彩应该是那个弹脚那一段嘛，就是蝴蝶步吗？那个怎么弹？那个好难。你叫蜜菲教你啊，你脚先开开，他最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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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就一直学这样子。对，就一二一二，重力在重心在脚尖还是脚跟啊？脚尖吧，脚尖啊，这样才能顺利的转呢。哦，对对对，脚跟你会卡住，你会站起来，就是它是这样一二，然后一二四，所以你的脚一直都是在这样子的。你说啊，它的确是要有点，就是先右脚不能站太直，你要有点蹲的，有点就会就有点三 D 五步，你知道吗？三 D 五步是三 D 五步，三 D 五，三 D 五，三 D 五，这样子吗？你不是这样，你这样整个人都在动起嘞。刚刚本来讲说是前后，前后哪里是这样？对对对对对对。算了，开玩笑一下。哎，维力，你有准备哪一段的音乐？要不要先给他们听一下从哪里开始？还是你给他们听过了？我本来以为是开始哦，最精彩。可是我不知道最精彩现在是哪一段。没有，就从一开始那个得了得，拿到那个弹完步就好了。好，拿完步就好了，这样最简单。那导播姐有帮我们准备音乐吗？你有跟导播姐算吗？好，好，那我们就播开那段音乐。那你们两位要不要在哪里空？在那边。那卡姐，你到这边来的。你们两位跟他交换，这样你们比较大空间。空间。好，导播姐，你可以放音乐了。怎么办？我真的忘记了。不要看，不要看了，很美，很美。哎，我忘记了。看你没跳，不要，你不要跟他跳吗？我真的忘记了，我跳完舞步就直接全忘了。哦，这我记得，好棒棒。这个。弹脚的那个真的是很好看，弹脚那个真的很难嘞。弹脚真的很厉害，对啊。啊，你再教他一次，就是那个步骤，让他学。一二三四，三四，嗯，你就是一直这样，然后这样回来。这样。你在干嘛？你在干嘛？巨神兵干嘛？巨神兵。我们今天来到的是那个刑天宫的前面哈，那个七爷八爷要出去。七爷八爷被出损了，哎，重庆囧爱用亏爱用亏几条，七爷八爷得来给他亏啊！哎，我们小时候乡下小孩子。好啦，我们先让我们等一下进广告前，先让两位宣传一下自己的粉丝页，先从蜜菲开始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蜜菲，我是退战了，退战了，退战了，小妹的妹妹。那如果你们可以的话，请帮我按个赞，还有 YouTube 记得订阅，不用钱哦。那如果可以的话，顺便一下按一下九妹的，你她可以按两次，我再按一次就可以了。来都要讲这一段嘞。好，我们再换我们的学长。那我要那样子吗？对，就学长的比大家可以直接超 man 的，超 man， 可以搜寻按一下赞就好，不要按两次，就这样。好，帮我们各按一次赞就好了，好不好？那我们接着下来，我们要休息二十分钟吗？哎，休息二十分钟，等一下玩游戏的。See you。